一口蓝针，武力提升。本节目由蓝针独家冠名播出。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2到8岁英语启蒙就上呱呱龙。本节目由呱呱龙英语赞助播出。真的漂亮啊，哇，天堂啊，到了，下棋到了，你看奇妙小森林，这里真的好漂亮，心情好好呀，好舒服啊。那就是我们的小森林喽。哦，对，这里太阳下山以后可以在这里奔跑撒花儿。原来我是第一个。这是这个美丽的湖景，然后坐在这儿等一个人。最期待他们仨中谁啊？我想想，最期待松韵呗。哇，应该会很好，应该会很开心。哪个人让我最忐忑？我觉得爽姐吧。为什么最忐忑呢？是因为她是女孩子嘛，很多东西你需要注意，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有点紧张，没有人啊，没有人啊，真的没有人吗？哎，静草，哎呀，我的天呀！哎，你看，我给你们准备的早餐怎么样？如果要他们来的话，你们可以跟他们说。没有人来，他们是第一个，然后我再慢慢走出来。来的是谁了？哎，不对，我怎么感觉是爽姐来了？你看，这都我做的，你看我都已经把这个展示好了。你咋把西里的副业带到这儿来了？这都是我刚才为你准备的鲜切水果，还有面包，这边还有黄油，这边还有那个新的糕点。等我想吃什么，随便拿，好不好？好的。就我们俩到了吗？是啊，我刚刚已经等你等十分钟了。真的假的？嗯。让我猜下一个是谁？我一猜就是你。真的吗 ？Why？ 就是莫名的有一种感觉应该会等到你。感觉应该会等到你。都能吃吗？都能吃吗？可以吃。你吃早饭了没？我没吃。吃吧，那边吃边等好不好？好，边吃边等，来吧。哎，你认识龙哥和那个爽姐吗？郑爽，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哦，所以你们以前同届的。你们同届。啊，那你们应该认识。
也就没有直接的接触过，但是有见过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同学们去逛街，然后就远远的看见一个女孩独自一人在那儿逛，那个人就是郑爽，她好勇敢哦，一个人逛街。应该是十级孤独患者。十级孤独患者。哎，Hello，爽姐。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哪个人让我最忐忑？我觉得爽姐吧。完了，你看我慌的喝水喝落。我坐哪儿？我坐哪儿？你想坐哪里坐哪里。我想坐你们俩坐的位置，起开。我想坐你们俩坐的位置，起开。哎，坐哪儿？真的坐哪儿？真的坐。哎，我去给你拿那个什么。你要喝什么？有橙汁和那个柠檬水，还有牛奶。喝茶。那个泡一杯那个铁观音。这不就是装茶的杯子吗？就看到这个杯子就很想喝茶。这是这个餐桌上最好看的东西了，感觉。你好，小谭老师。小谭老师，小爽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哦？对，我们是同个学校的，因为 对，我们同济。金城是哪个学校的？我中戏的。你是多大？我95年的。你呢？你呢？我90。啊，完全童颜。对啊，还刚演完我妹妹。我是91年的。91年，嗯，那差不多啊。吴老师好。Hello。Hello， 龙哥。Hello， 龙哥。好，龙哥，我自我介绍，我叫谭松叶。张新成。我叫任爽。吴老师好帅呀。啊，我。你让我看到另一种人生的感觉，跟精英人士吃早餐的感觉。吴老师是有一定经验的，是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我孩子才1岁嘛。哦。那跟现在的小朋友不一样。对对对。我们这一代的小朋友可能比较活泼吧。嗯。不过已经算最有经验的了。那你有自己带孩子吗？我自己带。嗯。真的吗？这么厉害。嗯。我可以帮他洗澡，可以帮他换尿布，什么都可以。你是男孩女孩来着？男孩。还会栽。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天时地利。小孩是生下来多重啊？5斤多吧。哦。不算大。我生下来七斤，快8斤了。哦，我也是。哦。7斤8两好像是，就肥头大耳。别人跟我妈妈都说你家大儿子怎么那么可爱啊，因为小的时候都秃头，像男孩。我爸想让我头发多一点，就每次给我剃头。哎，哦，任务是任务吗？还是小朋友的资料？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的资料。啊，小朋友的资料。哇，可爱！哇，这个好漂亮哦！艾玛，天哪，可爱！艾玛，哇，行走的点唱机，小九。嗯，我最喜欢这个容易发脾气的这个小九。小九，小宝太可爱了，不会预估饭量，好喜欢他呀！给多少吃多少。每日睡后2小时需小便一次，否则容易尿床。嗯，小孩还会尿床啊？这么大了还会尿床呢？好像是有小朋友，确实你半夜得把他叫起来，让他上一次厕所，不然会尿床。
睡觉时要有柔和的夜灯，不能全黑。刘乐带了夜灯。啊，那个星空灯是不是？我带了一些星空灯给他们用。哎，这两个好纠结。你看婉清就是不喜欢吃蘑菇和青菜，千里是最爱吃蘑菇，喜欢吃青菜。那这个可能要适当帮他们调整嘛，因为小时候偏食的话，营养容易不均衡嘛，就我们还是得帮他调整一下。是带小孩是这么复杂的事情呢？啊，就艾玛会对燕麦过敏，然后千里是有鼻炎，对尘螨过敏。过敏之后会怎样啊？也会跟生病一样，有的会吐，会腹泻，什么都有。会红，会长疹子。好大压力啊！突然间，自己孩子怎么着都行，对别人家的孩子反而要更尽责的感觉。就自己要带孩子的话，会比较麻烦。我觉得哎，还是突发情况会比较多哈。因为小朋友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东西可能要注意的细一点。嗯，就是跟小朋友相处可能要多一点跟他们的互动，让他们能参与了，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可能别让他们觉得说就他们是小孩，我们是大人，分得太清楚。对，好，吴老师是校长，感觉可以定整个的就是方案。哎，太好了。走，我们出发了。好，走。出发喽！出发。前后排系好安全带。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小朋友喽。为什么我见到小朋友，我心里有点忐忑？我也是，好怕带不好他们呀，愧对了他们家长的期望。跟小朋友的相处过程是永远是未知的。哎，到了，到了，到了！你看，奇妙小森林，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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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切，下切。所以这是我们的小森林喽。哦，走吧。这里真的好漂亮。那小木屋是干嘛的呀？养羊。你看那边有羊，那是羊吗？这么可爱，耶！这里就是种花种菜的地方了。韭菜、生菜、西兰花、小葱。哎，这有树屋哎。啊，这是游戏。游戏区啊。他们可以玩游戏的地方。小朋友太幸福了。哇，真的很漂亮啊。初中，这是狗笼子吗？狗狗，还有狗狗哎，心情好好呀。终于到喽！哇哇，可以可以可以，真的这太可以了。哇，可以可以。哇，这边还有这么大，这个地方我可以，真的可以，非常可以。哇。这也太好了吧，这个地方这么可爱。哇，真的漂亮。哇，张一成，快快快露一手。好开心。搞定了，好。那我要不要分配一下房间呢？可以啊。天哪，这么可爱！天哪，天哪，天哪，天哪！这边还有，哇，这儿有一间，啊，三楼还有，哇。天哪，这里真的好漂亮，好舒服哦。哇，好了，我睡这就行了。我们晚上我们就浮在水面吧。所以我们两个女生住在一起就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住二楼。哇，小朋友的地方。哇，
哇，好可爱啊！哇，好可爱哟、啊！天哪，太可爱了吧！这也太用心了吧！拯救了银河系的小朋友。拯救了银河系的小朋友。小王子集齐了五种神秘的力量，拯救了整个森林。武力全开，一忍真真真的力，二聪聪明明认知力，三健健康康保护力，四说说唱唱语言力，五蹦蹦跳跳运动力，蓝针宝宝武力全开。蓝针二十倍乳铁蛋白，多维活性营养，激发宝宝成长武力。一口蓝针，武力提升。本节目由蓝针独家冠名播出。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2到8岁英语启蒙就上呱呱龙。本节目由呱呱龙英语赞助播出。走吧，走了，去小森林玩了是吗？嗯。耶，到了！啊，我看见了森宝 ，Hello， 森宝，我喜欢森宝。哇，里面还有灰姑娘在动，好厉害！你送上车，就在这里看着你啊！来，啊，我想你上次车。你是队长，你要照顾其他的小朋友，你是最勇敢的，对吗？要勇敢啊，照顾那个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妹妹。拜拜，拜拜，妈妈。早点来接你的好吗？要抱一下是吧？要抱一下是吧？嗯，我爱你哦。点赞，棒棒的，勇敢的小公主。嗯，点赞上去吧，拜拜，拜拜 ，I love you。这个书包太大了，我们先坐着吧。我叫 Emma， 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宝，大声点。我叫小宝，待会儿有一些哥哥要来了。妈妈拜拜。608次就在那。两个小朋友，我告诉你。小朋友你好，小朋友你好，你好，你好。我先选一个座位。在哪里好呢？要不你跟我一起坐吧。可以，可是已经没位了呀，这里。那
只兔子。我椅子上有一个小鸭，还有好多好玩的呢。我叫艾玛，我四岁了。我也四岁了。我叫郑千里。拿得动吗？拿得动。哇，好漂亮啊！这就是小森林吗？那跟妈妈拜拜喽！拜拜。你好，我叫郑千里。我叫彤彤。我四岁了。我也四岁了。我五岁半。哥哥比你好大的。我的哥哥叫张家浩。我的哥哥叫依来，大名叫吴依来，然后小名叫依来。我的哥哥也叫张家浩，他已经长得很大了，都比我厉害了。开始，我的哥哥比你还大，比我还大。我的哥哥比我还大。我的哥哥他还会教我武术呢，教我武术呢。你们猜一猜，来的人是女的还是男的？我觉得是女孩。不，我知道是男孩。对吧？哇，跟大家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我们有四个女生了。我有个娃娃叫美人鱼。我去做好吃，要不你跟我做还蛮好。真的吗？哇，好丰富，好丰富！紫薯面、小麦面、菠菜面，哎，还有冰袋，还有冰袋，还有串儿，串是烤吧？串，我们去带小朋友出去露营去玩的时候烤。对，烤串儿。啊，哇，太好玩了！天哪，我觉得我会比小朋友还兴奋。妈妈，我们有那个快递了。新的奎迪啊，有任务，有任务，感觉好神秘啊！有任务，拿出来看看。儿童菜谱，成长手册。
欢迎来到奇妙小森林，四位大人们，很高兴你们成为小森林之家的守护者。在这里的每一天，希望你们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自然童真快乐的时光。请大家按照自然生活日程，带领孩子们完成每日自然活动，根据儿童食谱为孩子们烹饪美食，并且在奇妙成长手册上记录孩子们的每一刻成长。接下来小森林之家就交给你们，加油，我们是奇妙守护者，加油加油加油。哦，我是奇妙守护者。这个游戏规则第一日还有每天让我们干嘛，是不是？嗯哼，第一天的工作找一些小东西，然后放在麻布里面，嗯，然后藏到各个区域给他们去寻宝用的。哦，然后到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就他们一个一个地方去找，顺便参观。嗯，其实就是借着让他们寻宝找的过程当中，嗯，我们可以去带他们熟悉不同的环境。嗯，走吧走吧走吧，去看一看。我们可以看看这里有很多的小道具吧，望远镜啊，竹蜻蜓啊，哎，这好玩。小车车要不要？小车车可以啊，这个还有这个，哦，好酷哦。好嘞，然后我们就要拿去不同的地方藏起来了。哦，拿着小铲子去，走啦。走嘞，我们从大门进来的那个地方，从入口开始吧。好热吧这里面，小朋友会不会玩玩玩中暑了？啊，不会。我是小朋友，完全不想玩室外。但是小朋友好像都特别喜欢，他们对于出汗来说就没有什么感觉。外面有羊。嗨，还看着我们呢。我们在这里面藏一个吧。相对于小朋友，他们可能的体积没有这个羊羊大，他们会觉得有点害怕。不会了，到时候提醒他们要有一点距离。好，躺一个吧。好，好吧。好，他们够不着吧？我们可以抱他们起来。啊，这样好。这样好不好？好好，让他看得见。OK， 走吧，我们去那边吧。这是花圃区吗？那你来藏一个。啊，他们到你们抓的话，手会不会被蚊子叮到呀？我们等会喷驱蚊液吧，给他们。而且这个花，这个月季上面应该有刺的，担心它有没有刮到什么的。放他们容易找到的地方，其实没关系。他们比较矮，就放到这儿吧。没关系，没关系。重点只是让他们认识环境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吧。走吧。哦，快点，快点。菜，这里就是种花种菜的地方了。来吧，你尝一个。好。要不要挖一下？这个我们稍微挖一下吧，让他们用一下这个小铲子，好不好？还挖，不要挖太深哦，要不那个小朋友的手不太可以吧？小朋友他们很乐于去挖这些。没关系，没关系。啊，防止黄鼠狼偷鸡。我以前养过一只龙猫，就是被黄鼠狼吃掉的。真的吗？嗯。看看，你来尝一个。好。小朋友对这种东西可能好感一般哦。到时候带小朋友一块来，可以捡鸡蛋啊什么的。我感觉我可说不动小朋友到鸡舍里面玩呢。我把它藏在这个蛋这边了。走走走。小朋友对鸡可能有点害怕，感觉。没关系，没关系。这什么地方啊？游戏区，他们可以玩游戏的地方，藏一个吧。这么吓人呢，感觉。天哪。小朋友会不会玩玩玩中暑了？小朋友很厉害的，体力比大人好。我感觉不是很安心呢。妈呀，真是挺吓人的。我觉得小朋友反而不会害怕吧。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爬高。没关系，没关系。重点只是让他们认识环境而已，不要太难的，只是让他们有兴趣找而已。是吧？但要提醒他们，小朋友玩这个，因为它摇晃，他们怕站不稳。到时候带小朋友一块来，没关系。我就觉得哇，吴奇隆老师还是一个很心思非常细腻的一个人吧，真的是照顾小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事情。对，好嘞，走吧，走吧。Thank you.
你笑起来真好看，嗯，天的阳光，嗯，可是世界，嗯，美得像画卷。哇，好好听。我觉得他们在来的路上了，我有预感。上去换个衣服，衣服有油。嗯，小朋友你好。哎，这么可爱，怎么会不喜欢我呢？啊，你怎么换了一身这样的衣服？因为想得到小朋友第一印象好感啊。你来了吗？小朋友过来的话，是不是有个迎接仪式？这么迎接仪式的东西。肯定是小朋友总想吃的，他就会对我印象好了。总想好吃的，最起码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是有的玩的。他们到了，走吧走吧。哎呀，爸爸爸爸，喂喂喂，爸爸真的在呢。去看看小朋友。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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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哎哎哎，想想我怎么样才能让第一面见到我？你真的是，你跟爽姐学习。你看爽姐，爽姐已经拿着吃的了，对，拿着吃，拿着东西，准备收买小朋友了。怎么样？怎么样？哎，哇，那些就是哥哥姐姐。哎 ，Hello。我看看哪个是小宝啊。哇，我好可爱呀，好可爱呀，好可爱呀，那个女神你看看，那个女神你看看，那个女神你看看，像不像个瓷娃娃，好可爱。哦，下来吧下来吧。哦，下来吧下来吧。好，下来啊。小心小心小心。 Hello， 你们好。哎，你们好你们好，你叫什么呀？ Hello， 我叫小九。哎呦，你是小九？你是千里？哎呀艾玛，哎呀艾玛，能帮我拿下吗？好，这叫艾丽亚。好，艾丽亚，你叫艾玛，她叫艾丽亚。哇，你眼睛好大呀，好羡慕呢。我妈妈说你们这里还有仙子，是不是你们是仙子？对呀。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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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我来帮你拿吧。好，慢慢下啊。小宝，你好。嗯，你好。小宝，小宝，小宝，你吃饭了吗？吃饭了没？小宝，吃饭了吗？小宝，吃饭了没？小宝，小宝，小宝，小宝。吃了。你是婉清是不是？他是彤彤。嗯，彤彤，彤彤，啊，他是婉清，对。我也有箱子。哦，哪个是你的箱子呀？那个小车子的。小车子的啊，好的。居然这么酷的车子是你的吗？嗯，谢谢。啊，不客气。我们到这边是我们的房子哦。跟你们说超级棒。姐姐，那先到房子里吗？我很怕热，我一热就会抓痒。当然当然，我也觉得好热呀，真的。快进去，我先带你们进房间好不好？我想去小森林房。我想去爬山。爬山待会行吗？我们先把行李放到房间里面再去爬山好不好？来芝麻开门。来，超级棒的小屋子。快进去。还有木马呢，这么漂亮的吗？对呀，没见过，我也没见过。
我们先把行李，没有，先帮忙把行李集中，让他们认，对对对，是不是都带？姐姐，你先进房间。那个是有楼梯的哟，这边是有楼梯的，想去房间的跟我走。没关系，没关系。行行行。没有计划也是种计划，来。啊，我们先去房间吧。来吧，来吧。走，你们都会上楼梯不？哇，都上这么快，比我姐姐都快呢。千万不要摔倒，好不好？千万不要摔倒哟。这个是你们的房间，这个是大人的房间，你们要想去看哪一个，姐姐带你去看。我要看这个。好，好，走，咱们走。见吗？对，我喜欢粉色。艾丽莎住在哪？她喜欢这个床。好，你在这里好不好？先给她安顿下来。我喜欢这个床。我想睡的是那个床，我想睡这个床。好的，现在宝宝还有你就睡中间了，好不好？还有你就睡中间了，好不好 ？C 位，C 位让给那个，这个叫做叫婉欣。哦，叫婉欣，姐姐记性不好。来，姐姐帮你把箱子拿过去。好，婉欣。我们能看一下大人的房间吗？哎，那个婉欣，彤彤呢？彤彤呢？我在这儿。啊，彤彤在哪？婉欣呢？婉欣宝宝，婉欣宝宝。彤彤哪去了呢？彤彤，彤彤，我在这儿。婉清，彤彤，婉清，婉清宝宝啊，终于找到你了，婉清宝宝，你上哪里去了？要不要上楼上看看？楼上是我的房间呢。哇！快看，大人的房间。哇，这是你的房间。哇！爽不爽？哇！快看这个，是不是很可爱？怎么了？有点陌生是不是感觉？嗯，小妈妈，小妈妈。他那个是摄影机，那个妈妈就能在那个摄影机里看到你了。姐姐帮你过去，嘿，嘿，好，舒服舒服，嘿。我睡在这里啊。你睡这里啊？嗯，好的，中间。我要去这儿。哎，刚好，哎，刚好，他们一人选了一间不一样的。好。这个是三角龙啊，我去爬上很厉害的。想干什么？需要我帮你吗？来，你要睡哪张床？三张，你要睡哪张？这个最里面的吗？嗯，好嘞。走吧，走吧，我们去外面参观一下，好不好？好，好，好，我带你走。我们还是一起玩这个。我们俩一起拿，怕你拿不动。谢谢你，你好棒哦，小宝，你好棒哦。他说他怕我拿不动。对啊，我知道。乖，慢点哦。嘿嘿，好嘞。乖。那我们把它放在，先放在这儿，我们一会儿再玩。那也是什么？这个吗？这个，你跟他说话，他会看着你。嗯。你蹲下来跟他说，你说嗨，你好，我叫小。嗨，你好，我叫小宝。自我介绍。几岁了？今年四岁了，他和观众怎么不说话呢？他都知道，他都看着你呢。嗯，就你说什么，他是机器人，你说什么他都能听见。嗯，我们俩当好朋友好吧？我们俩当好朋友吧。这么乖，你们想拿小铲子吗？
你会拆吗？这个？站起来。好，来吧。真棒，你要不要和他一起玩啊？可以啊，来一起把这个火车拼好。我来帮你拼好。你们认识英语单词吗？这个是什么？这个红色的 stop， 也就是说停。好，把它放到这儿，停 stop。 那 yes 在哪里啊？ yes 没有 yes。手电筒是晚上用的，这个是柴火。果然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程。我作为一个当爸爸，当爸爸，先帮忙把行李集中，让他们认。姐姐，你先进房。等一下，这一区啊，你的你先放到你自己想放的地方好不好？这一区是，那你这一区，没人听，没人听。你们自己玩一会儿，然后帮你们准备点好吃的好喝的。你们自己玩一会儿，随便玩哦。没有，我们等一下要带他们熟悉环境去找。他们太晒了，现在太晒了，外面好像。他们有几个小朋友还蛮怕热的，好像。嗯，都很怕热，就会中暑的。我怕这个时间。好嘞。好嘞。这边是厨房，然后你们要想吃什么东西，我就帮你们准备。我们如果不把那个做完，不然晚的话就没有了。不然晚的话，晚上的话没有时间了。那再让他们休息15到20分钟吧。好嘞，没意见，没意见，没意见。先我们休息10到15分钟。我想拖鞋，因为我穿了袜子。拖鞋在这边，这个粉色的还有这个白色的，要哪个？我要粉色的，我也要粉色的。嗯哼。我想出去。好，我们先集合，我来跟你们讲个要注意的事情，好不好？要不要去拿一个小铲子？我们要去铲宝藏，我们要去铲宝藏。我们等一下带你们去找宝藏。我们只要把所有的宝藏都找到了之后，我就一人送你们一个泡泡枪，好不好？好不好？我要去找宝藏，我要找宝藏。是不是要去寻找宝藏啊？对，寻找宝藏我们需要什么呢？是不是需要小铲子可以去铲宝藏，去挖到它？我们一人去拿一个铲子，好不好？我拿到了，拿到了，非常棒。我的头盔呢？他们为什么有啊？我都没有啊。你如果不怕热，你现在就可以戴。不怕热，想戴头盔的举手。我要戴。那去戴。去。我不想戴。那就不戴，你可以不戴。我头经常痒，我的头。嗯。有时候我这里也会痛，这里也会痛的。等我这里痒的时候，我包里还有药。那你痒了你就告诉我好不好？嗯。我现在是工程员了。我们可以去找宝藏了，我也去。下一下，好开心呀、啊！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要去执行一个很神秘的任务。挖宝藏。对，六个宝藏。好，那现在我是这个队的队长，所以大家要听我的口令。当我吹口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集合，好不好？好。好，集合，集合，集合了，要集合了，集合，不要跑。好，吹口哨是集合，不要跑。小宝，小宝，小宝，还没呢，回来，回来。吹哨子是集合，吹哨子是集合，要到我这边来。如果要一个人去的话，是找不到宝藏的哦。因为你们不知道宝藏在哪儿，只有我才能带你们去找到。集合。好，我们现在拿好我们自己的铲子，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宝藏，好不好？好，走，我们出发。走，出发。好开心呀！我很想，我去挖宝藏，我也是挖宝藏。走了。慢一点啊，慢一点。你们要换鞋吗？啊，没事，先啊，好拖，穿拖鞋。慢一点啊，慢一点。要换鞋子吗？不要。我们先去看小羊好不好？好，去到小羊的地方去挖宝藏。那就过来。原来森林里有这么好玩呀。我帮你拿。没事没事，给我。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这个拖鞋老是掉，老是抖抖抖。艾玛，你穿着拖鞋，我用不用把你那个鞋拿过来？我给你换一下吧，你在这等姐姐好吧？我给你快速拿过来，你先跟他们去走哈。不着急，艾玛，慢点走啊。这有三只小羊，这三只小羊你们能认出谁是谁吗？有老大，还有老二，还有老三。看中间这一只，它是不是肚子大大的？因为它生宝，它要生宝宝了，它肚子有小羊。哎，不要去，不要去吓它，它会很害怕的，它会很害怕的。啊！你看，你看，有小羊哎。小羊就是。哇哇！怎么了？这汤臭了。哎呀！走吧，太臭了。哎呦，你不要宝藏啦！这汤臭了。艾玛，你去哪了？他说他臭是吧？你们过来看一看，这边羊会吃什么？你看每一个桶里面都有一个葫芦，我们可以去舀一勺自己想喂它的饲料去给它们吃，好不好？我们赶紧喂给它吃吧。赶紧喂给它吃，对不对？对，我们把饲料可以放在这边或者这边。小羊，咩咩咩。小羊，小羊，咩咩咩。我想打拿一个胡萝卜。去喂羊吗？
就好。那我先带你看看，我们来看看这里，这里是他们吃的东西。这是不是草啊？草放在这边。对。我感觉狐臭呀。哎，我忘记找宝藏了，不是找。宝藏就在这里，你们可以找一找，宝藏在哪儿呢？看见一本书啊，那宝藏会不会在书这里呢？看见了，看见了。小九，找到宝藏了。宝藏，找到宝藏了。宝藏，想看一下这边宝藏是什么吗？哦，这是什么？哦，哇，机器人，哇，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宝藏。宝藏，真好，真棒。真棒，真棒！来，机长，来，真棒！我们拿到宝藏，宝藏，耶！真棒，来，耶，真棒！我想先回到那个房子里，因为这里我的拖鞋老是掉。这里没有沙子啊，那我们先在这里。我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姐姐。你带你的鞋来了。我的鞋是粉色的。我知道，来，坐在这里，我给你穿鞋。谁还要换一个鞋？来，我要换。来，宝宝，别着急啊，别着急，小宝别着急啊。宝宝来，蹬一下，嘿，嘿，咦，好嘞，好嘞，非常棒，宝宝，赶紧去吧。热不热？有点热。嗯，那个山。我也觉得有点热，要不要换鞋子？我给你打鞋带过来了，要换吗？好啊。好。赶紧过来。啊，我想回房子里。啊，我想回房子里。想回房子里啊？哎，宝宝，艾玛，来，拿擦一下，香香的，这香香的，蚊子咬了是不是？嗯，哦，它被蚊子叮了。姐姐没有带防蚊液。我书包里有药。不好意思哈。这样，那我。我书包里有。我带你去抹完了，我们再出来找他们，好不好？我想在那里躺一会儿。躺一小会儿。嗯哼。你喜欢唱歌跳舞吗？喜欢。喜欢啊。喜欢吃东西吗？喜欢啊。吃东西当然喜欢啦。只是就是不喜欢跑来跑去，是不是？我不喜欢走太久。走太久我脚就疼。你是不是小公主？有时候去找宝藏的时候也需要躺一会儿的呀。哦，这样子的呀。嗯哼。现在我要先给你抹药，我可以陪你躺一小会儿，然后一会儿起来，我们就去找他们。好，
小宝不要跑，来。宝藏，下个宝藏，另外个宝藏。小宝，探险小队集合了。哇，小宝想做一个孤独的探险家，他一个人跑过去了。小宝藏。小宝，不能脱离团体，因为我们是一个探险小队，没有我队长的话，你是找不到宝藏的哦。啊？我们先去菜地里看一看，好不好？我想去看。赶紧去先找宝藏喽！宝藏在哪儿啊？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哦！哇，小鸡，它出来了！小宝，那里没有。找到了吗？打开来看看。好，我们把宝藏打开看一看。谁会解带子呀？谁会解绳子呀？我会。好，来试试解绳子吧。哎呦，哥，你这铺了啥？没了。在另外一个吧，再找宝藏一下。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宝藏啊，我们得把上一个任务完成才能去找下一个宝藏啊。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是找不到的。嗯。宝藏，我怎么找不到宝藏？因为我是太傻了吧？要打开吗？要打开吗？这边鸡蛋笼里有什么？找到下一个宝藏了。板玄和彤彤一起找到的，板玄先发现的，然后彤彤手快就拿到了，所以我们的女生来得一分，你们男生哦，加油哦！这是什么鸡蛋？是不是？小宝小心哦，小心哦！我也打开了，好。找不到宝藏，小宝藏，小宝，我带你，我保证带你去找一个，好吧？我发誓，下一个，一定要带你找一个。好，小宝，现在我们小宝要发起决心，要立志要找一个，下个宝藏。开咔嚓！进丛林了，这边是丛林。好，我们现在可以自由活动去找宝藏，好不好？往前走吧，慢一点啊！我知道在哪，我带你快速找到一个。这边，小宝，我们走。来，吊桥要小心哦。看这是什么？宝藏。好，这就是我们小宝和板神一起发现的，好不好？我第一个发现的。好，你第一个发现的。好，那你们两个一起齐心协力把这绳子解开，好不好？把绳子解开，谁会解绳子？谁会解绳子？解开！我给你拿着，看你们两个谁能不能齐心协力。齐心协力的话，两个人一人得一分。两个人齐心协力的话，一人得一分，不要抢。要抢的话会扣分哦。两个人齐心协力的话，你为什么听你说？齐心协力的话才能得分哦，宝宝，好不好？
下一次要女生优先，好不好？要绅士哦。乖哦，乖宝宝。嗯，走了走了，我们走吧。走了，我们走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宝藏在哪儿呢？你们来之前是不是没有发现我们进家的门口有什么？要不要去门口看看宝藏在不在那边？好，去狗窝里看。好厉害，好厉害！我要一个。他好乖。好聪明的，他好聪明的，哇，小心哟！他好聪明啊！他现在还好了，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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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喜欢吗？哇，他躺着啦，我坐到了，哇。
好嘞，走吧。好，来进来吧。等等等等，小朋友要先洗手，去那边我们先洗手，好不好？好了，洗干净，不行不行，要搓搓搓搓。小朋友，老师有没有教你们怎么洗手啊？要搓干净，搓搓搓，手要搓搓干净。刚刚摸了很多东西，我们要洗干净了才可以吃东西。手慢慢搓，手搓搓搓搓干净，搓搓搓搓搓搓。我先洗好手。好嘞，我们洗好了。好嘞，小朋友们坐着。都做好了，我们要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我们陪着你们过这几天的长辈们，好不好？长辈们，这里长辈只有我一个，我是叔叔，叫我龙叔叔也可以，好不好？叔叔好。哈哈哈，好不好？龙叔叔。对，叫我龙叔叔啊。难道你们养龙的吗？哇，我是大恐龙叔叔，哇！我叫西瓜姐姐，就在这吃西瓜的这个西瓜姐姐。西瓜姐姐躲在那吃西瓜，可以吃西瓜姐。大哥哥呢？我们刚刚的队长呢？带你们寻宝的队长呢？谁知道我的名字？这是什么水果？橙子。对啊，我是橙子，橙子哥哥。橙子哥哥。对，橙子哥哥。橙子哥哥好。然后呢，姐姐呢？可以叫我小七姐姐，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小七姐姐。小七姐姐。咦，我们龙叔叔介绍过了，对不对？橙子哥哥介绍过了，小七姐姐、西瓜姐姐都介绍过了。啊。你们要介绍你们自己的名字啊。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好不好？你叫什么？我叫婉清。婉清现在几岁了？五岁。婉清是五岁。我叫小九，嗯，我名字四岁，四岁，所以你是弟弟。换千里了，千里要自我介绍一下，说一下你四岁了，四岁，所以他也是弟弟。我叫 Emma， 四岁 ，Emma 也四岁啊。别老是叫我 Emma 的，先叫我吴爱玛。你叫吴爱玛？我是大名叫吴爱玛。大名叫吴爱玛。我叫彤彤，彤彤，我五岁半，五岁半。彤彤介绍完了，还有一个呢，小宝，小宝要介绍一下吗？自我介绍。你告诉他们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小宝，今年我四岁了，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玩个游戏这样的好不好？我们来个记人名的游戏，就是说橙子滚到谁那儿，我们就要任意提问，他叫什么名字？谁答对的名字次数最多，今天我就能当队长。今天我就能当队长。我先要当队长。一个执念就是当队长。你得记住大家叫什么名字才能当队长啊。好，橙子滚到谁那儿呢？在谁那儿？在谁那儿？说他叫什么名字？说我的名字。他叫什么？千里。谁记得？千里。哇，艾玛。好，艾玛得到一分。艾玛得到一分，艾玛知道他叫千里。好了啊，我现在滚到谁那里，大家就要说出他的名字哦。咦？我知道。我知道，我当你当然知道了。哦，彤彤，哇，千里一分。哎，你快去记住他们的名字，你有可能当队长。看橙子管着谁呢？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婉清，婉清，哇，彤彤一分。千里，对了，答对了，千里。彤彤，婉清，哇。喂，这是谁？他是谁？龙叔叔，龙叔叔，龙叔叔，对，龙叔叔，你把我的名字给擦了。
没掐呢，你的名字还没上榜呢。你的名字还没上榜呢。等一下啊，叔叔先问你们，你们平常在家里是吃饭多呢，还是吃面多呢，还是喝牛奶多呢？晚餐你们想吃什么？吃饭多。吃饭多是吗？我要吃面。你要吃面？我要吃粥。你要吃粥？我想吃蘑菇炒蛋。蘑菇炒蛋？炒饭，好嘞。我吃饭，我想吃饭，想吃饭。我还喜欢吃小炒饭，就扬州炒饭了，好不好？晚上。行了，好吧。就来个。好光了。给我吧。Coco 怎么放进去？等我一会儿。我们看看工具桌哪有小剪刀呢？我把东西帮你整理，你来调味哦。吃，要不然就是蘑菇单炒，蘑菇跟鸡蛋我单独炒一个蘑菇蛋。他吃蘑菇，就不给他放在那个什么里面了。千里，你为什么会喜欢吃蘑菇呀？因为我吃蘑菇会长高。你是吃蘑菇会长高是吗？是啊。你为什么想长高呀？可是为什么想长高呀？因为我已经四岁了，我长得很快，我想增加更快长高。饭做好了吗？啊，你们要吃饭了。吃点东西吧，有饼干，要不要吃点？什么呀？这个刚刚那个小朋友踩的鸡蛋，要给他。没想到呢，小鸡蛋。找鸡蛋这件事情交给你哦。好。你到这儿来吧，你到这儿来，来，这儿。你啊！哇，成功了！成功了，太好了。好，我们搅拌一下吧。我给你搅，快点，稍微等我一下啊。你搅啊，会不会搅？哇，你搅这么好，第一次搅吗？哦，我是第一次在这搅，厉害了。这些都是摄像机哦，你妈妈会看到你的，所以你要不要跟你妈妈展示一下成果？嗨，妈妈，她那边也是啊。你有没有看到搅的鸡蛋很棒哦，超了不起，小厨娘诞生了，当当当！所以鸡蛋搅的可以了，我们可以开锅了吧？要不要再切丁小一点？我再切一下喽。啊，好。Can't you see that it's just raining? There ain't no need to go outside. But baby, you hardly even know when I try to show. Song is meant to keep you doing what you're supposed to. Waking up too early, maybe we can sleep. Make you banana pancakes, pretend like it's the weekend.Pretend it all the time. You gotta wake up slow. Eat 饭了，好不好？吃饭了，举手吃饭，举手吃饭。
洗完手去坐那里。都洗手了吗？我洗过了。好嘞。好吃吗？听到晚上好吃哈。这个谁喜欢吃的？菇跟鸡蛋。好吃。好，那我去给你们冲牛奶，来。好好喝呀！你什么都觉得好喝，好好喝是不是？小四，你的饭好吃。嗯。出来之后就放飞自我了。这边是谁啊？我看看。哎，小伙子在这儿。小宝，小宝，你的头发好长呢。你这个把头发。头发给拆了你。宝宝要睡觉了。打开京东，上美赞成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里面有我首选的蓝针小森林限量礼盒。泡一些奶粉给他们喝。蓝针奶粉，它的营养很丰富均衡，有20倍的乳铁蛋白，给宝宝满满的保护力。还有多维活性营养，科学实证，提升宝宝5大成长力哦。来喽，喝奶。你们的牛奶回来了。宝贝们，奶好不好喝呀？好好喝呀。哟，睡觉觉喽！来，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了呀？躺好了，把被子盖好。我们今天快睡觉。把被子盖好。天黑了，请闭眼。天黑了，小九不快睡觉了。嘘，乖乖，乖乖的啊。我们还要讲故事的，我们还要讲故事的。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妻，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蜗居。蜗居慢慢长大了，成了最漂亮的女孩。
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呢？因为她每天晚上都特别特别早的就休息了，只有睡好觉，每天好好的吃饭，才会长成最好看最漂亮的小女孩。他们家的屋子后边有个小窗户，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哇，花园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女巫的。这个女巫的法力非常大。一天，妻子望见花园，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很多的莴苣，这些莴苣绿油油水。你们有谁要吃饭吗？你那个饭饭在那儿呢，要不要不热一下微波炉？哎呀，明天是要去露营吗？还是露营？哎，我觉得我们等会可以记一下，就看明天，比如说什么萝卜丁啊，什么东西得带一下。嗯，对吧？咱们得给他带上，包括防晒霜。不是防晒霜，是要提前涂的，要不现涂有点会不来来不及。是啊，小朋友，如果出去时间长，不是就一餐，他还有点心。那或者是那晚上晚餐是不是也还在外面？到底要准备多少东西的量，都要清楚吧。真的要给他们做好任何的防护措施再去出去。就出门前的所有的规划，你来负责帮他们，譬如说防温水啊，对，防晒啊，什么各方面的东西，这种小的东西一会儿备一下就好了。嗯，其实我通过今天的我感受啊，其实我觉得孩子们他们自己的包括忍受力啊和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都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就其实他们自己懂的一些事情，包括对于他们对于生活的一些管控，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就是比如说包括彤彤来说，他很想吃糖，他自己还知道他不应该吃糖。可是我不能吃糖。是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上火。上火。包括千里也是，他说他自己眼睛会不舒服，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眼睛起了一个线粒肿。啊，这里啊。其实你像今天你们仔细看，小宝是参与度很高的，他愿意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他比较内向，他跟大家的接触会少一点。大家好，我叫小宝，请大家多多关照。哦，看那个宝藏。小宝，不能脱离团体。小宝藏。他会做他自己的，要参与大家要做的，但是他跟大家的沟通会少一点点。女孩子来讲都相对比较成熟一点，对，都比较能够沟通，能够聊，或者是需要什么事情可以跟他们协调的。因为刚我去洗手间的时候，那个艾玛也有给我捋头发，说你这样才会更美哟。对，她完全就是自己的审美观，她的各个方面她都形成了。今天我们去那个。去看看羊的时候，艾玛就不愿意进去了，因为一方面臭，一方面里面是沙子，她的脚不想踩沙子。对，走吧，太臭了。艾玛，你去哪儿了？好臭，好臭是吗？所以每个小孩都有不同的习惯，但是你要慢慢克服他。他当然，你看他后面，他有参与了，他就觉得他也愿意去弄，也可以。那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引导的。而且今天第一天过后，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他们对于我们还是他们自己会熟悉一些，就会更好办一点，我觉得可能对信任度会多一些。对，棒棒的。就每个人配合好，对，配合好其实就好。早，他们起得很早。我是不是起晚了？他们很早就起来玩，肚子就饿了。小猪猫早餐来喽！哥哥，他在那里。小哥哥，5分钟之后狗要下班了，快，艾玛！
你不要让鸡蛋碎掉。鸡妈妈会伤心的。鸡妈妈会伤心的呀。啊，你看，鸡妈妈很难过的。我是保护的好，轻轻的拿，轻轻的放，轻轻的拿，轻轻的放。来，探险队的队员们。请问你在哪？我是郑天宇。我们现在还没出发。请回答收到。哎呦呦呦，来来，撞，哎呦，撞个玻璃了。哇，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啊？小孩跑出去了。刮动车卡住了，是刮动车卡的，前面被堵着了。我好疼呀！我来帮你按着吧。我们回来了。在找你，我不能过去，我牵着你，我带你先走。加油加油，婉清加油，你悟到了，加油。你把这个吃掉，然后我吃下一个。好吃吗？好吃。姐姐你小心走，手拉手，小小松鼠之旅好不好？是不是注意每个人不丢？对，每个人都不要丢。感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上微博搜索奇妙小森林话题词，一边看一边聊。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战略资讯合作媒体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感谢今日头条、Zaka、一点资讯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特别感谢亲宝宝、闪萌、讯飞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感谢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大香网、大众网等媒体对本节目的支持。